易烊千玺，我跳舞挺帅。选人的时候，我先跑到了易烊千玺那，我想了一下，不对，我怕他看不懂。那可能劣势也是我能接上，就第一眼就直接瞧不上。之前说我死都不会选易烊千玺，结果我今天就选了他了。便是听谁影响了太少了。卑微的又在人间吹嘘，你先带领，这不用带领等等你几分不散还剩几条，就该坦荡活的壮丽，没有人能够在这么的人类不足完全和每个人心里的看法和心中我的想法，不知道我要什么。我选择这样的话，我给你机会。一般恶果是不会有空来出现的。痛，折损，然后淘汰我，是我最无法的选择。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严先生的看法没毛病，对，无法的接受的，我接受的，他一直都在保持。掀起这样的话是一种很责任的，就想看毛病在哪，然后还能给点意见让他改改。他那个意见抓不住，唯一卡在那个地方解开了，太炸了，非常震撼。易烊千玺真的吗？还行，那个易烊千玺来看我们这次。我是易烊千玺，这就是我的责任。